真有，他跑了呀，我这个好逗，啊，伊不离家，他要是不唱歌，他们离什么？嘿，我家里都离他不离那了，可家底他真的不听了咯，都让那个他不离那了。哎，你说这个意思么子啊？这家表么他们都搞不搞离家了呐？我家里么着了哩？有离家，我都搞。行了啦，那些不懂么咯，慢慢学呢。什么？要找好龙爹的侬真有你们怎么能知道个了爹三个姑娘都感觉喂到这他不能过来看的哈三个姑娘都感觉个了爹这里给你看到咋给喂这咋给你这一直到看的话爹三个姑娘都感觉个了爹三个姑娘都感觉个了爹干活中来你个真够黑，所以都怪他了。大姐，哼，到去。你不要胡乱讲哎，胡听领导，胡听就不打领导了嘛。要不这样了，大姐，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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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个红蝶灯古天要多高路长天要多高宝说多高路路之中多高江江我路三个姑要坐车呀我刚唱铁高路路坐了路能拍照的路古天要多高撒海古天要多高撒海这个好来弄去你们呢不去了三个红蝶飞你可懂得很厉害给你们不去了然后去管你吧我故事天里有几年你看跟我们不管你呢家也不是不知道哪里那你抱歉你别让出去了那你还抱歉了天里当着个我呢谁过春一朵一流三个姑早呀早言姑若言我独高路路独我高我怒我满酒我刚才是一个头要我在要我在这我给老妈要我的家都过上去了啊不救了家你们来救但是马路就不打了去这大老不救谁不叫你是谁呢
包小小我的家，你给你监督睡着，我咋了？就是再给你拉路的，我再到大伙点亮那些电啊，你整个好炸掉。啊，亲爱的领导，你要路子过大来，你要等你要靠呢，不急干。你请你起来收，亲爱的领导收啊，都起到时间了呢。哦，听到了，家里你要交给家中管理总员要嘞，说说，再给木了好给，说说。我来啊。哦，来高楼草坪那栋的高。没多，木了到吃鸟，估摸到过吃着。对着没准备到咋报估计报呢林业主造小了那忙死呢估报让回点真有凑凑高行李据大领导说估杀一点能去草贴好你凑上凑高的你用去草大去估计呀你一起报这好点好对好用这姑娘呢说什么你就要给他们了吃好多事估计家路路梯没得了靠了带着他心脏了靠到了估计没叫一个他这个嘛着了真有啊真有高玻璃家真有高准备了真有哦搞这些能了真有搞路前呢我就靠大了这些车靠门机了搞家里家我的家也不好吃好吃的我靠嘛牛更高这些嘛我怎么靠到大了